差别不怕吵架你天空拥抱中的三者解决本身的烦恼 I don't care about your head 欢内部辅助每项决定我没错过是用过经济错误超越尊贵后机身再不要等再生活一两天会站一分 No more text 是我听过的 Bugatti Bugatti Tell me all of this baby Can't get my time至少要感觉到一刹那高潮我出世只太普通亦能恨无限荣耀将来一边感应一边漆黑掉一掉我未到一扑街自我心残是青春所谓隔手中的筹码发梦发梦白日也发着梦我们我们大步踏上大地带路出席这个真的挺生命的我要多谢我的公司他们帮我想了一个、啊、喂不如今次新歌想想其他东西玩一些赢一点的东西、啊、于是乎就这首终于是一首第一首我自己写的歌啦今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之有新鲜感很有型很创新的一个新歌发布会啦是以一个私人就是 private party 的形式去邀请这么多位不同的朋友一起去见证这首歌的诞生而且我也认为场地非常之适合符合百万大道这首歌的主题今次呢这首新歌叫做百万大道也是第一首我全首参与作曲的派台作品其实当初作这首歌想的潜台词又或者那个场景呢就会是一种低调的型可能是在高速公路揸紧车的时候那种的酷酷地的愉快心情不过呢跟陈口威监制沟通过之后呢就觉得、啊、不如将这首歌变成一首 rock rock 的歌有型的歌再加上陈文轩的填词呢就变成了百万大道咁迟迟未出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在年头的时候也都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啊、譬如是好像电影的拍摄啦补拍啦、歌曲方面可能就是需要继续去写歌啦去钻研这个唱歌技巧啦再加上呢就是要筹备接下来的、演唱会今次 MV 呢我觉得应该未必是我最轻松的 MV 目前排第一呢应该会是化海一来是拍摄市场二来呢我认为百万大道最困难的地方呢是服装、一来呢它又会很多有窿窿的衣服所以在走的时候又要小心而且呢也都需要佩戴很多首饰那 which is、其实条颈都挺重是的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嚟緊呢應該會有三至四首歌會 keep 住面世咁一來都希望可以趁住演唱會帶到呢啲歌俾大家聽啦而且呢呢啲歌曲呢都好多會係由我自己本人去作曲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過當然除咗新歌之外亦都可能會有電影啦可能會有演唱會啦所以都会有很多见大家的机会